喜，玩了半年了，还是个小宫女。想当个皇后就那么难吗？当然不难，来福生就可以实现。第一，自由选择性格，发展路线也是随你选择。第二，自由升级美貌，再凭借超高的腹黑基因，俘获君上，获得位分。第三，自由领养宝宝，有个萌萌哒的孩子加持，皇后之位还不手到擒来。这游戏它不香吗？浮生为情歌，邀你梦回千年汴京。